没有那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观看本期视频。给毛驴修蹄子，看这头毛驴的前蹄儿。前蹄太大了，他修修蹄子。哎呦，你死！他一骨头，他疼了蹄子，给你。没劲，不硬了。你看剪得够快啊。然后那个哈，那个瘸的长的大蹄子厉害，得40公分吧。这回走着轻松了，看看。好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观看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这一头毛驴修下来这么多驴蹄子。大家好，欢迎观看本期视频。看这头毛驴的后蹄儿太大了，给它修修蹄子。后蹄比前蹄都长了。
绿梯子，行吗？还不是没当大家伙，啊，人家是吧？还没能打。舍得放下来，还那咱贴子没放下，抬起来了不？抬不起来，站不着。哎，看，修完梯好看多了。怎么了，刘？哦，扔下去给他。像这种用治疗不？是吧？这个治疗得让我个疯，治疗得治疗，这黄又疯了，它不缺，它风干缺。走路好多了，哎，等我呗。欢迎大家观看本期视频，这驴蹄子太长了，给他修修蹄子。你家从跑进了
哆嗦你。第一次修蹄子，可能是有点害怕。我去，西红柿修的这。蹄子好看多了。走吧。哎呦，这驴不听话呀。这头毛驴前蹄儿太高了，走路滚蹄儿了。给他修修蹄子，像穿了高跟鞋呀。这个驴蹄子太高了，看看这驴蹄子太高了。肉这一抓，哪么抓不着的？抓肉，你抓肉，哪还不知道呀？
不行了，这大家好，欢迎观看本期视频。这头毛驴前蹄走路一瘸一拐，可能是漏蹄了，给它修蹄子，不愿走路了都。这是它的小人儿。那里是不？哪里？那屋啊？都哪事儿了？没事儿了，小子，没人。还是有点缺呀、啊，哇！给这头三粉鱼修蹄子。
哟，啊，梯形这是背着是吗？摸个，摸个。我宝宝的，你看这真行啊！坐啊，放下，不舍得放下呀。嗯，我说修完梯子不舍得放下，这绿梯子修完舒服了。我得摸个我发烧发烧的，站住！耶！后生后人用车都走。隔绝了吗？嗯，没事没事，啊，没啥事没事。好，还要我一下，等一下。这头毛驴的
前蹄滚蹄了，滚蹄太厉害了，给他修修蹄子。抓住了，这舌头扔进去我。咦，站着！操，颠！你娃提醒你，哎呀，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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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咦了，不听话呀，这他妈！走路，好起来了。毛驴修蹄子，看这铲刀快不快。这驴蹄子太硬了，硬吗？
大家看这头小乌头的驴蹄子太长了，前头翘起来了。是吧？哦，这个长，好，那藏上
给这头大花驴修蹄子。这头毛驴看看它的蹄子是什么颜色了，等我切开看一下。哟，修蹄开始。蹄心都是白色的，是吗？是吧，赵叔，你看这蹄心边是黑的哈，它的蹄心都是白的，蹄子。先说这绿是什么品种啊？这绿是法国进口的。汗血宝驴，你看看我人都这黄瘦啊，是么个的？这大脚驴也是，给黑心给那边大脚驴。不是咱这当地的驴。啊，不是咱这当地驴，这跟野驴差不多，跟那野驴差不多。嗯。我驴是黄驴。我驴是人背。按纯黑驴的说法，纯是为三百多。黑驴，俺都黑驴说是毛驴，那个比其他地方去黑驴，黑驴蹄子黑驴脸啊，黑驴子肉。出去试试跟他修一下，大家好，看看这头乌头驴的驴蹄子太长了，前头都翘起来了。抓住它，给它修修蹄子。抓住了。要不就是长得那个。
修漂亮了。蹄子都内卷了，炸了！这走路轻松多了。针眼大小的，好，这边你弄熟了的。这头毛驴前蹄儿滚蹄儿了，给它修修蹄子。放下，修完蹄矮了5公分呀。
针眼大小的。好，这边你弄熟了的。嗯。弄熟了的。是吧？嗯。再喷点油吧。没有。喷什么油啊？干一点的。你看，好了，这回好了。这回走路也舒服了，走吧。这头毛驴的前蹄儿太长站住。
这的师傅满头大汗呀。走走走。这头毛驴驴蹄子太大了，给它修修蹄子。这是一头总公驴，看看这驴蹄子。修修修完蹄子，走路好多了，跑起来了。给这头毛驴修蹄子。过来。
这头毛驴后直不直了，给它修修蹄子，看这个后直不敢倒直了。前天也缺是吧？前天也这缺。前两天都缺了，都是有缺。挺好。这个，这个蹄子中间是个溜的。嗯，蹄子溜。对。看见吗？是溜。这个。好好好好。这都是个溜。不疼，嗯，回头这里，哎呀哎呀，去！你看领着那个摸个去，领着那喷鱼影子院去，领着俺影子院，他院里面好管的。我那屋里多挣的，多挣的多。去满了，哎呀，长一个溜，那长一个，这家伙气喘，哎，也是这样，嗯，你说，这个钓了还得长，是吧？好像还有这个情况，对，有的，听着吗？好，这都停了。它这个都有，我跟你说，给你起眼睛，在这儿都有，给你起眼睛，在这儿。捋着。咦，你看这里，这就气叉烂了，刁味的。哎呀，你看，转过来，转过去的。咦，你看又坐来了，叫他。哦，这没啥事的。好
好了，可能原先可能这个吃过可能是吧？嗯，吃过没啥事，这就是气差烂的，明白吗？是吧？你说明天谁红云赶紧拿一段？是气差烂的，是吧？臭。哎。给这头乌头驴修蹄子，它的驴蹄子太大了。
修完蹄子好看多了。走吧，跑两步。